松山慈惠堂是北台湾地区瑶池金母的信仰中心。自从2008年开始，松山慈惠堂所举办的台北母娘文化祭活动受到市民热烈的支持。今年2021台北母娘文化祭4月30日当天，总统蔡英文特别前来担任主祭礼官，陪同参与起驾仪式的贵宾有内政部长徐国勇、宜兰市长江聪渊等人。也来参拜过好几次，每次都看到很多的信众一起来拜庙，心头都是心中的平安。重达1000公斤的母娘圣驾，在9:30由蔡总统、内政部徐国勇部长以及郭叶子堂主扶銮起驾。随后，前副总统吴敦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立法委员蒋万安也到场恭送銮轿出城。在信众的簇拥之下，展开为期2天的绕境祈安活动。今年最特别的是，台北母娘文化祭母娘首次来到了台湾东部的宜兰。当初巡母娘驻驾在礁溪迎宾广场，大批信众前来祈福。宜兰县长林姿妙与副县长林建荣亲自到场恭迎母娘，宜兰各公堂寺庙也前来礼敬团拜。相信呢，母娘拢总知影，一定给咱保庇，给咱呢，大家呢健康快乐，啊，自然工商来发展，啊，大家平安顺心，大家大赚钱，赚大钱，身体健康万事顺。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不好？大宜兰地区的绕境活动由县长林姿妙扶銮起驾，在哨角声与气势磅礴的鼓声之下，松山慈惠堂母娘绕境祈安就此展开。在地乡亲感受母娘慈悲的力量，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前来参与绕境行程，更有不少信众抱持着谦卑虔诚的心，井然有序地排成一长串钻轿脚的队伍。这一次绕境是采全程步行的，街道两旁所经过的每一户店家，许多家户都摆放了香碗桌，虔诚恭迎母娘。钻轿脚队伍绵延不绝，为了让盛情的宜兰乡亲都能够得到母娘庇佑，母娘神轿停下来让民众钻轿脚，让每一位虔诚信众都能够得到母娘祝福。出巡母娘的神轿队伍来到罗东夜市，已经是晚上6点了。许多信众以一颗虔诚的心，不畏惧等候多时，纷纷排队钻母娘轿脚，队伍绵延不绝，犹如一条长龙。
母娘李绅提着象征吉祥的红色灯笼，夜晚的辉映之下格外喜庆庄严，信众们不分男女老少，连毛小孩都加入了钻轿脚的行列。游行队伍来到晚会现场，已经是到了晚上的8点钟。热情的宜兰乡亲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宜兰县长林姿妙在现场再三感谢母娘恩泽庇佑万民的精神，能够不辞舟车劳苦前来宜兰绕境祈安，并且由衷感谢松山慈惠堂。除了母娘圣驾前来当地绕境巡安之外，还特别捐赠给宜兰县政府一部救护车。县长代表宜兰全体县民再三感谢松山慈惠堂母娘的慈悲精神。为期2天的2021年台北母娘文化祭，5月1日上午9:30自宜兰起驾返回台北。台北母娘文化祭成功。松山慈惠堂全体绕境队伍在松山火车站广场整队集结，在郭堂主的引领之下，全体向初巡母娘上香礼敬，随即展开台北市区的绕境祈安活动。母娘出巡队伍浩浩荡荡，从前方的旗队到最后方的母娘出巡大轿，整个队伍蔓延了数百公尺。经过五分埔福德宫之后，一路上信徒有秩序的排队，准备要钻母娘的轿脚。整个队伍在福林街上整整排了将近200公尺的人龙，大家很有秩序的逐一俯卧在地，以最虔诚期待的祝祷之心，等待母娘圣驾从他们的头顶上加持穿越而过。台北市民罗列有序地站在马路上等待迎接母娘神轿，今年又比往年更加热烈，虔诚的信众们不为大马路地上是否干净，毫不犹豫直接俯卧在地，也不担心柏油路上的碎石与高温。这是一种全然自发性的信仰行为，也是一种内心极其谦卑虔诚的信仰展现。只要您在现场亲自目睹到这个盛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松山慈惠堂伟大的母娘信仰力量所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
绕境队伍抵达新安街的新安公园时，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许多当地居民以最虔诚之心来到新安公园接驾。咱拜母娘，就是讲，我一定会甲母娘孝顺，着讲母娘你的慈悲，甲你做的代志，我一定会对着母娘做甲正好。我想每一个宗教的扩建的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哦。从最小的庙，当初也是经过很多的困难，到现在松山慈惠堂这个规模，我只能说，堂主真的是就是为了这个庙是尽心尽力的哦。在我自己的感觉。这个庙真的是一个劝人向善的地方啦，真的很多满满的正能量啦。我也是第一次到母娘这个发迹的地方，因为去年前年好像没有绕到这个地方来，今年绕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我也是满满的感动。我等一下在这附近多走一走，想一下母娘当初在这边建庙的时候那种的样子，这边真的很多堂主还蛮怀念的人，刚才堂主一路走过来都在跟人家打招呼，好像都是他的老邻居啦。真的还是一句话，希望明年大家跟着母娘一起来绕境。这个疫情期间，牧民的绕境呢，让我们呢全部保平安哦。啊，给你五马哈，有这个机会哦，有这个荣幸呢，能参加更久咖，谢谢啊，谢谢牧民的保佑，谢谢。为期2天的绕境行程，浩大的游行队伍。在信众们的簇拥，来到台湾电视公司，舞狮团手舞长龙的表演，不少虔诚的母娘信众见证下，由郭叶子堂主与台视总经理举行祈福仪式，母娘神教赐福民众住驾台视广场。在接连2天的绕境活动之后，紧接着就是在5月2日于台北小巨蛋举行的弘扬母爱音乐晚会。在下午5:30左右，楚寻母娘由台视公司起驾，盛大恢宏的母娘出巡队伍特别在小巨蛋绕行一周，为台北市民祈安植福。沿途不少虔诚信众抢在绕境行程的尾声，纷纷加入簪教脚的行列，为了这是得到母娘的庇佑加持，祈福不忘防疫，虔诚的信众也配合着管理人员进入小巨蛋。弘扬母爱音乐会在松山慈惠堂合唱的《天籁美声》中开启序幕。那今年松山慈惠堂又捐给我们台北市政府2辆的救护车，4辆的消防车。与会嘉宾有前副总统吴敦义、
内政部徐国勇部长，台北市柯文哲市长。所以你看，咱物流文化是传承，为台湾的落户，这个是一个真好物流之美，还是宿醉，把咱台湾来后边这个科幻。我们用最好的心情，希望能够跟郭堂主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共同让我们中华民国能够国泰民安，台湾的百姓能够健康安全。新北市副市长谢振达、宜兰县长林姿妙、台北市消防局吴俊宏局长等人。台北松山慈惠堂秉持着母娘慈悲的精神，在今年捐赠台北市政府两辆救护车、四部消防警备车、宜兰县政府一辆救护车、住宅用火警警报器2000指。其中，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感谢松山慈惠堂，说明了历年以来松山慈惠堂宣扬母娘慈悲精神，所为台北市民所做出的许多捐书与贡献。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今天要特别感谢的是，在过去十年，松山慈惠堂捐给我们台北市政府后勤车一辆，消防车两辆，救护车22辆，行车记录器69台。还没变完。这个善意的搜救装备器材一批，隔离衣10000件，防护衣2500件，还有我们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38200件。那事实上因为松山慈惠堂捐了我们很多的救护车所以我们消防局特别统计了一下，在过去一年就2020年这个我们松山慈惠堂捐赠的救护车，你看总共出动了38920趟的起步。也因此，今天母娘文化祭可以。音乐会由徐乃麟、安又琪主持，受邀的歌手众多，有艺人翁立友、蔡小虎、龙千玉等知名影艺歌手唱将。音乐晚会在吴俊宏与向慧玲演唱《瑶池金母》达到最高点。2021台北母娘文化祭在台北小巨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母娘的爱生生不息，母娘慈悲永恒伟大，在文化祭与音乐会中，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信众的内心之中。母娘文化祭在弘扬母娘慈悲的歌声当中画下了句点，每位师兄姐都心怀感恩，母娘的爱也永不止息。2021台北母娘文化祭圆满成功，让我们相约2022台北母娘文化祭再见。母娘慈悲。